家好，我这儿有一根小魔棒，魔棒上有四个球，红黄蓝绿四个。您看，我拉这个红颜色的走，这个黄的它就回去了，一拉黄的红的它又回来了。你也没猜了，你这个黄的呀跟这个红的是连着的，不对，这个绿的和黄的才是连着，红的是和蓝的连。那就说了，那你怎么一拉红的它回去了呢？你看我拉这个蓝的也行，那位说了，那你这黄的肯定是和蓝的是对的，不对，蓝的和红的是对的，这才是对的。你看，那这位说拉这个绿的行，拉绿的也行，一放黄的上来了，拉蓝的黄的上来了，红的下去了，哎，拉这个也行，来这个也灵，是拽这个也凑合，放这个也可以，拉这个它也回去，放这个它也下来。拉哪个都行。那位说了，你这个里头啊肯定都是互相连着的，不对，你看打开给您看看，还能分开，不连不靠，